产品设计之初，大为医疗密切关注医护工作强度以及临床需要，从人机互动、不同场所适应、多种方式固定、后期功能升级、突发故障应急等进行全方面的了解和勾勒，而今推出了 HM12 病人监护仪，整机采用轻薄机身以及侧面收腰的设计理念，以达到移动方便的医护需要。整机采用 ABS 加 PC 材料，结构稳固，手感顺滑，标配电容触摸屏，触点精确，响应灵敏，既方便查看又提高操作效率。辅助13公分超长报警灯，多面可视，异常醒目。下方为实体硅胶按键与导航旋钮，辅助触屏操作，双重操作，从容应对复杂状况。侧面为独立附件接口，最多可同时开放8个参数通道，实现心电、血氧、体温、有创血压、无创血压、二氧化碳等模块同时工作。后方为模块拓展接口，可实现麻醉深度、有创心排量、12道心电、麻醉气体等模块扩展。HM12 同时支持多种数据交换接口，最多同时支持第一 LAN 口进行中央工作站连接，第二护士呼叫接口对接医院护士呼叫系统，第三 HDMI 接口高清图像外接，第四双 USB 支持 WiFi 模块、数据存储和系统升级等。整机内置5200毫安时电池，续航时间5小时以上，支持打印机配置，为报警打印、波形回顾精准记录省去调阅时间。这款机器的标准配置为电容屏、心电、血氧、血压、呼吸率、心率、体温，选配配置为打印机、 WiFi、12道心电、呼吸末二氧化碳、 Masimo 血氧、 Suntech 血压、有创心排量、有创血压、麻醉深度等。附件包括5道心电线、血氧探头、血压延长管、血压袖带、一次性电极片、电源线。选配附件包括台车、强架等。整机预置固定接口，进一步满足强架、台车、吊塔的使用环境，省去科室间转运监护仪的使用和交接。而人机互动、数据处理、配置管理以及多种参数设置，更为产品的临床使用增加色彩。